今天心情很好，不想为物质烦恼，整天心浮气躁，放空去找找乐趣。曾经对别人在意，却发现一切都无所意义。曾经梦想的失去，但是我决定不再放弃。早上起床拿着牙刷，想想再会有个妈，接着就收到有人对影片无知的辱骂。我的频道我想干嘛，为何要听你的话，我最多也只把你当成一个路人甲。傻的不爽叉叉，傻的浪费时差，傻的不懂埋藏，傻的无话擦。欢迎收看尼亚斯的游戏实况，我是尼亚斯。今天我们要实况的是 Creativeverse， 对。然后上一集我们把房子给修好了，是的。大家看，跟以前的一模一样吧，应该吧。随便啦，跟以前差不多啦，应该没有变多少啦，该修的都修好啦，对吧？大家看，应该没有变啦。然后我们来收一下小麦吧，那个需要收一下。然后这一集的话，因为有看到，不然吸掉泥土了，因为有看到有观众留言说什么，要晚上哦。晚上去雪地啊，才会打到什么蓝色的眼睛，对不对？所以那我们今天应该会等到晚上的时候去雪地，所以今天的进度就是去晚上去雪地。然后有人说那个地狱底下还有一层是辐射层啊，所以到时候我们要再往底下挖了。地狱应该就只有那样子啦，就是底下就岩浆嘛，然后一堆熔岩，然后还有钻石这样而已，然后再来就是再往底下。我不知道我这个就是吸的这个道具啊，可不可以再往底下总之等一下就一并试试看。然后树屋的话，我还没有找到那个方法给它放置出来。那好像是算是什么设计图的意思吗？我不知道它到底要怎么使用有人知道这要怎么使用吗 ？Add to， 可以嘞，我刚刚按右键可以嘞，可以嘞，然后嘞。我可以拿在手上是不是？我可以放啊！有啦有啦有啦有有有！这个就是那个怎么又把泥土吸走？等一下，这个就是那个我们刚开始那个东西啦，就是这个屋子有没有？不过我先把小麦弄完啦，避免它等下耕地消失变成一般的泥土，因为每次耕地它都要重新弄很久，所以很麻烦。反正就是跟一开始第一集我们做那个房子一模一样了。如果大家不知道怎么用的话，去看我第一集就知道了。对，然后这个树屋的话，应该会过好几集之后才开始做吧，因为它需要的材料也是蛮多的，所以就只好就是过一阵子再说了。对，然后我们现在需要多少个种子啊？看一下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，对，十六，有点忘记了，所以要重算。十六乘以一二三四，四座农田。十六乘以四多少？十六的四，四一四五六，六四个是六四个吗？四六的四，四一四五六，对啊，六四个。二四六八十十二十四十六十八二十二二。二四二六二八三十三二三三三二三四三六三八四十四二，好，我觉得我应该要多做点熔炉四二嘛，四二那还缺八十八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，还缺二十二个，好，反正等一下再算一下就好了。然后我们来做一些面包好了，
面包还够不够啊？9个，那可以再做一些了。先点这个，然后做一下，做个四个好了，是四个吗？不对，是8个。好，没关系啊，不管它了。种子先拿出来，种一下，赶快种，不然耕地要消失了。我是不知道它多久才会消失啊？但之前有一段时间没有种，那就消失了。哇，怎么这边有一个那个李香啊？不拿了啦，这太占位置了。然后现在啊，他们都没有喂食物，那我们来喂一下哦。这个需要，这个也来，然后这个也来，这个也来好了。然后这只好也给他好了，这只也给他，还有这只，还有这只。哇，超多宠物的，是有人说就是可以盖那个宠物的房子啦，但是我真的太懒了，懒得去计划，对吧？所以就算了，不管它了啦，就这样啦。反正放在这边也蛮方便啦，对不对？就直接走过来喂就好了。好，然后看一下这边种子，然后再来是这边。我都没有种下去，有了。OK，继续。它种子做的比较慢欸，不知道为什么，给我 lag 一下。好，还剩一二三四，哇，还好多。我们要趁这个时间啊，不对，现在才早上10点欸，这游戏要等到那个至少晚上7、8点晚间的时刻再去雪地，才有可能碰到有人说可以打到蓝色眼睛的怪物嘛。我们再等一下吧，做多久啊？哦，种完了，好。然后我看一下我身上的补血瓶剩6罐嘛，所以我们再来做一下补血瓶好了。补血瓶的话需要啊，对，还有人说辐射的话要做防辐射药水，这个我知道啦，这个我看得懂，防辐射的药水，哎，不对，啊，这是防中毒啦，这才是防辐射，这个是辐射的那个记号，就是有点类似那种化学的，哎，危险的记号啦，对，然后这个是防毒的，就中毒的，一般中毒的那个药水。然后这个是防寒的，那防热的，对啊。可是这个防辐射的我还没有这个东西耶，这是什么？Traha，这好像是一个怪物的东西。然后这个花朵我知道，这个的话要去那个对面那边有一个有点类似孤岛沙滩的地方，会有这个像骷髅、像恐龙骷髅化石的东西的怪物啦。我看它剩几个，一。二三四五六，然后加16，22个，好，OK，再做22个，二四六八十十二十四十六十八二十二二，OK，那剩下的就先给他再，哇，好多哦，小麦瞬间变好多哦，我要不要全部拿来做那个啊，面包啊？感觉应该可以哦，全部拿来做面包算了。不过水我可能会不够，然后我已经有收集那个补血的水了啦，到时候我再看看可以瞬间拿来补血。这个水全部用光好了，OK，哎，刚好剩一个，然后小麦全部用光了，OK，那我们去吸一下水吧，不然水不够用。吸吸吸吸吸吸。我们吸一个将近20个好了，反正水是无限资源嘛。看一下，现在吸了13个，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，有了，OK。哎，然后这个是钻石啊，钻石还没有烧，算了啦。哎，哦，还是拿去烧了，好占位置啊。哎，我看一下这边，然后烧一下钻石。拿这个烧，然后再来是烧，哎，烧这个好了。OK，然后种子嘞，
先种一下吧。种子，种子。这边该用的东西还是要用啦，不然到时候没办法产那个物品啊，宠物不会产物品啊。你一定要定时给它喂食物，给它洗澡。然后这边再拿完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去那个地狱了，然后再往下挖，看会发现什么东西。哦，送完了，OK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去地狱吧。哎，铁五，感觉 BGM 有点小声哦，啊，不管它了啦。我记得路在这边吧，啊，我觉得应该要再做几个石阶梯，一定要做几个石阶梯，因为我要顺着这个路继续往下挖。看一下哦，石阶梯要怎么做啊？还有什么材料？看一下哦，是这个对不对？它需要很多的木板啊，那我们这个木板可以拿出来。然后我们要做，我看一下哪一个石头，这个石头感觉比较多哎，用这个好了。这样子，二四六八十，好，这样子应该可以啦。那就等它一下吧。花了9分钟，不对，花了要10分钟了。这还要33秒啦。那还 OK 啦，半分钟而已。先拿出来，然后开始做了。等吧。然后设计图这个东西，我觉得先放出来好了。反正大家不会被破坏嘛，我们就找个地方放啊，那就可以盖房子。先跑远一点。我觉得盖在这附近好了，因为这附近就没有树了嘛，就是平原了，所以应该蛮适合盖一间树屋在这里的。等一下哦，就盖在这里好啦，先放置出来。我们来看一下它，哇，好大一间哦！看一下这个，它还要各种的那个呢。等，我看一下。首先啊，等，不对，先把它取消掉。它还需要哇，好多的泥土坑、花花草草啊。这个要看一下，哎，它这一整个都是它的土地，哎，就是它要有那个，哎，我怎么把泥土吸掉？它要有一整片的，所以这个有点可能会有点麻烦哦，我觉得，因为它这一整片都是那个土啊，它连同土都弄出来了，哎，是这样吗？对啊，它连同那个土都弄出来了，我想想啊。先把这个挖掉好了，然后把它放在这里面，这样子。我们看一下地形，哎，不对啊，为什么它会歪掉啊？我知道，重放这样子。嘿，不对，那我觉得应该要往歪另外一边了，这样子。好大一片哦，天哪！好，就这样，先暂时这样放了啦，等到时候再把它完成。好大一间哦。可能要过10几集再来完成这个东西吧，这个就到时候我把这个主要的东西都弄得差不多，装备都弄得差不多，我有闲情逸致的时候再来做这个啦。这真的要以后再弄啊，不然真的没有太多的时间了。OK，然后木板收进去，木板嘞，这里，然后草地是多余的嘛，我们也收进去好了。草地我丢哪里啊？啊，这里。啊，草地我已经收集一组多了。好啦，那接下来就是下楼啦。然后阶梯先拿着，先预先使用12个啦，到时候不够再做啊。然后我们现在要慢慢下去，因为跑地形要会累个嘛，大家记得吧？我们要稍微等一下。哎呦哎呦，开始累个了，等个5秒。OK，走。好，再等个5秒。因为这个游戏真的算高画质啊，就是所以需要让它跑一下，不然这个读取的时候啊，我的那个录影软体会 lag。对，然后我这边开始要用那个阶梯嘛，我看一下走在阶梯上会不会有，会啊，会奇袭呀，赶快砍死他！这只怎么血量这么多啊？等一下，我先补血好了。第一次觉得他血量好多哦，
不过我觉得我先吃面包好了，不然血量有点少。有了，然后再补一下。OK，啊，刚刚说要做补血药水，忘了做，算了，没差啦。我走在这上面的话，它没有热度嘛，我走下来这边就会有热度欸。不管我是用什么那个什么垫底啦，什么方块垫底都一样，它还是会照样就是有那样的热度这样。欸，为什么这边？等一下哦，看一下，这边的话照理讲是要放在啊这里，欸，这里啊，然后卡住了啊，这边要挖掉啊。我看一下，我照原来的方式挖啦。我看一下哦，这个是这边要有一个方块嘛，随便放一个方块啊，放这个方块啊，放这个方块在这里。哎，不对啊，啊，这样了，这样了，乱掉了。然后放一下火把，插一下火把，放在这里好了。这样子，OK，然后继续往下挖，这个也要挖掉啊。这个的话，这样子放，OK，然后继续往下，有点眼花缭乱了。这边继续往下挖，真的有点眼花缭乱。这里的那个颜色都差不多了，看一下哦。再来是这边，哎，真的有点眼花缭乱了。然后再来是这边嘛，好暗哦，插一下火把哦，插在这里，OK。大家会不会眼睛看不清楚哪一边是上面，哪一边是下面啊？我也是。反正我们先尽量的往下挖，看看能不能找到那个大家所说的那个叫什么？哎，那个我忘记叫什么，辐射的区域啦，对。为什么地底下会有辐射区域啊？这是什么？哎，有新的合成表哎！我刚刚是收集到什么东西？这个是 core stone，哎不对，corted stone 是什么啊？它是可以烧啦，不过不知道详细什么东西。哇，我觉得我应该要多收集点这个 stone 哎！哎，有辐射了，有辐射了！哎，我终于到辐射地区了，赞赞赞！啊，这边辐射地区有什么特殊的东西吗？哎，这什么东西？我差点摔下去！哎，这里是什么奇怪的地方啊？哎，好恐怖哦！还是好恐怖哦！等一下，我会不会突然就摔死啊？等一下，这个真的要小心一点了。看一下哦，哎，我下来了，这真的要小心一点了。哇，辐射的那个速度好快哦！天哪！不过我们先想办法下去啦。会不会还下不去？我觉得有点危险，先上去好了。辐射太高了，辐射太高了，真的太高了，先下去上去了。OK，好。然后楼梯弄出来，我先把楼梯铺完啊。辐射在慢慢降了。哎，这里，它辐射真的跑好快哦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好，楼梯用完了，好，继续下楼吧。看一下这边真的是，蛮危险的。这边插一下火把哦，小型的火把。然后我觉得这个到底要怎么下去啊？我有点纳闷，这真的有点难下楼，而且下去可能就上不来了的那种感觉。我先走这里，然后把这个火把拆掉，把这个东西拆掉。哎，不对啊。啊，这样啦，这样这样，这样子，这样我就可以跟下去了。然后底下要再插个火把，啊，插在这里好了。哎，插不到这里好了。哦，有了，有比较亮一点了。然后这个哦，底下可以放了。哇，这是无底洞是吗？好恐怖哦！这个区域大家有没有看到？感觉好恶心哦！哇，天哪！这个，我先上去。想办法做个辐射药水吧，我先上去啦，先上去好了啊，我先用那个传送的好了，这样它跑地形是一次跑，就不会那么累格。诶，不会诶，一下就传上来了，怎么那么快？哎呦呦，它在跑地形了，等它一下吧。诶，现在早上诶，为什么？
突然变早上嘞，那我觉得我们应该再去睡一下觉好了。突然变早上，跑那个底下跑到早上去了。我看一下这个，哦，这个可以当燃料啦。那这个是干嘛用的？可以烧，是要烧什么？还是这个？哎，不对啊，这是拿来做什么用的？这三个方块我不知道拿来做什么的。我看一下哦，这东西装饰的啦，丢过来，然后这个丢这里好了，哇，箱子又满了，啊，又累了一下，这个丢这里好了，然后刚刚那个草地，哎，哦，在这里，丢这里，然后这边的话应该烧的差不多了，再继续烧东西吧。OK，然后，哎呦哎呦，把一些东西收起来啊。钻石、铁矿，然后火药的话是丢这里，还有吗？应该没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是早上，哎，不对，哎，现在晚上9点多嘞。啊，好，那我们可以出发去雪地了，因为有人说晚上雪地会有那个特殊的怪物嘛，那我们去打打看好了。然后雪地在哪里啊？这里，北极。然后那个辐射啊，大家有没有仔细看？它那个辐射值是快速的飙高，跟那个地狱完全不同啊。地狱是火焰是慢慢的，那个热度慢慢的上升。那据我猜测，上升到一定的那个量的时候，你就会开始扣血啊，应该就是这样子啊。对，然后人家说晚上这边会有什么特殊的鸡，然后打它会掉蓝色的眼睛，是不是？在哪里啊？没有看到特殊的鸡啊？还是这一只打久了就会出现了吗？有吗？没有啊，没有啊。这个我就不拿了啦，这个只是一个箱子而已。还是说我往内陆前进，看看会不会有特殊的东西？好，我跑跑看好了，跑一段。哎，有了，哎，有哎、欸，有哎、欸、啊！那个雪地乌贼怪人，这应该是雪地种的吧？我发现它的怪物啊，都是有分各种属性的，火属性、水属性，这里是雪属性的，冰属性啊，算是冰属性，这里是冰属性的怪物。哇，这里的乌贼怪人打人会不会痛啊？哎，还好哎。不过他血量蛮高的。哦，我的刀爆了！哎呦呦，拿到了啊！这什么东西？哦，灯啊！喂，好酷啊！这我拿来当装饰哦，哦，我家在这里啊，我结巴，我这个拿来当那个面包屑啦，就是回家的面包屑。哇，有一只怪物来了，我身上没有武器，等一下传送，有怪跟着我吗？啊，没有，好，很好，我先传送回去，我先拿再做一把武器啊，武器坏了，哎，哎呦，再传一次，传一次。因为我刚刚有移动，所以才会那个，就是才会停止传送。我们先回去做武器，然后再来收集这些东西啊。不过我也忘记收集那个眼睛是要做什么，是做钻石的装备，对不对？是吧？应该是吧？好像是前几集的进度了。我们先回去吧。哇，他们都可以收那个宝物了，不过。等私底下或结尾再收啦，这一部影片结尾，我看一下武器的部分。我们上一集之前是做到这个嘛，那现在要做这个，可是我们没有这个花，看这不知道是烟还是花啊，这是一种泥土啦，我没有这个泥土，没有这个泥土，所以等一下我看一下，我有没有办法分解出这个泥土？这是刚哎、欸、不是这个，我记得刚刚我挖了某一个方块之后，我可以做啊。我可以做石油嘞，可以用化石加这个是应该是粘液吧，然后再加煤炭就可以做那个石油。可是石油目前还是没有用啊，对我来说啦。然后这不知道什么东西，石墙，另外一种石墙。但是不重要，现在我们要做武器啊，我先做这个好了。我们需要2个牙齿跟三个铁锭，2个牙齿。牙齿在哪里？应该是这个吧。有了，然后还缺什么？
还缺一个绳子。绳子的话，绳子，我记得我有合成，对不对？哎，没有吗？哎，好吧，绳子要怎么做啊？我也忘记了。哎，绳子是这个吗？啊，对了，一次它会制作四个。好，等我们武器做完，再跑去那个北极，再去杀那些怪吧，杀那个雪地乌贼怪人、冰属性乌贼怪人。好，武器做一把出来，有了。啊，我装备看一下需不需要再做啊？装备啊，还没爆嘛，那应该还可以啦。那个铁锭收回去，然后眼睛啊，这个是掉落物嘛，新的掉落物。哇，这个我的箱子都满了，哎，等一下，真的满了。这个东西拿走好了，应该没有很需要。这应该是属于装饰物品，哎，装饰物品的箱子也爆满，那先收到这里来好了。我觉得我应该这一集有空要，或是下一集有空要做那个大箱子了，对吧？如果我忘记可以提醒我一下，啊，我真的没有地方装这些东西了。然后画面上大家看到这个是钻石的方块啊，刚刚我有稍微看到，好像是用钻石合成出的一个装饰方块。这游戏啊，装饰的方块蛮多的，有了有了。又回来了啊！我知道了，它这个游戏应该那个怪物的生成的那个也类似麦块啦，就是你如果人不在这附近，它怪物也不太会生成出来，所以可能需要一点时间让它生。像现在我没有看到半只怪物，没有半只都没有。你看走这么远了，没有半只怪物，刚刚明明一堆的，现在一只都没有。哎，这样正常吗？喂，现在是凌晨2点，这个时间是不生怪的吗？雪地耶，哎，是这样子吗？那我是不是要来回一次了？麻烦生一下怪吧，没生半只怪，我不知道打什么。真的没有半只怪，大家有没有看到？没有半只怪啊，连那个。类似公鸡的怪物都没有啊！这我要打什么？啊，有了有了啊，看到了！哇哇，你们是跑去哪里？我只看到这一只哎、欸！哦，有了有了，在右边啦！哦，好，给我那个一下。哎呦，这样会被攻击到！哎、欸，它有冰属性的攻击耶、欸，就是攻击到我，我会寒冷然后扣血这样哎、欸。我吃一下香菇好了。然后我觉得攻击他之后，我要再跑一段，不然会离他太近，他会攻击得到我。哎，没打到。哦，又打到了。哦，死了，OK。然后，哎，不对，这个丢掉，这没有用。然后再杀一只吧。啊，我觉得我干脆丢一个这个东西，哎，它有被闪到吗？哎，没有哎，它没有被闪到。等一下，它就这样被我炸死了吗？不对啊，照理讲这个不是闪光弹吗？我再试一只好了。那、啊、这个难道有攻击性吗？哎，没有丢到。有用吗？没有啊，它完全不会停哎、欸，丢3次就死了。拿到一个血，没有用啊，不是这个，差点丢错。我看一下又拿到什么东西，应该跟一般的东西差不多了。我觉得我先把其中一只收回去好了，不管怎么样，一定要收啊。然后面包吃一下，好来了，来，我们一定要收这一只。被闪了，它也会闪光。哎、欸，它一闪光就会转移地点呢、欸。不能让它用闪光。吃一下香菇，快点快点，我要收服它了。有了，收一只了，好。
再砍几只吧，我们需要很多材料。其实我觉得这样砍是最快的方式，它最快会死。有了，死了，有没有？还蛮快的，有没有？先丢个两颗炸弹，然后再开始砍。有了，马上死了。哎，刚刚那只嘞？哎，我的宠物嘞？它在这里啊。我先把它带回家好了。哎，不要乱跑啊。八楼，OK。好，我们先传送回去吧。OK。这一集算是有一点进度了，我们找到了那个辐射区嘛，然后也找到了这个蓝色的眼睛。那我下一集再找那个叫什么东西啊？其那个钻石的装备，剩下的材料去哪里拿？我先把这个停在这里好了，对，然后再给它面包吃，然后其他先收一下好了，像这个要收。我一次收完了，洗澡的话，我私底下再帮他们洗。拿到，染色瓶子，蓝色的，染料蓝色，然后皮革，火药，火药还蛮重要的，火药。熔岩，我发现好像用这个吸取器，又是火药，用这个吸取器好像，这只怎么跑到中间来？用这个吸取器好像，它吸那个宠物的东西呀，都不会耗损耐久度，只有一般的那个，拿到一朵花，只有比较低级的那个吸取器，它才会耗损耐久度在宠物身上。吸一下，吸一下，有了，一个煤炭还不错嘛。一个红眼睛，一个冰的不知道什么东西。好，收完了，我们先回去放东西啊，放完再做个结束吧。对，不过在这之前我们要做那个补血瓶啊，补血的。这个东西要丢哪里啊？染色的丢这里啊，对。然后这个可以丢掉，没有用，暂时没有用。然后这边是放这个的吗？啊，这边有那个哦，绳子还有多一个在这边呐、啊。然后这边的话是各种石头，这个是，我记得这个是那个仙人掌，仙人掌丢这里好了。然后眼珠的话，这边有啦。然后我看一下武器是缺这个嘛？那基本上钻石跟这个东西都有了，还有这个也有，只是我放箱子。那装备的部分，等一下我看一下啊。我们现在是用这个嘛？这个已经可以做了。下一阶段是这个，目前还没有办法做。然后装备的话也需要这个烟呢，到时候我再找找看这烟到底是什么东西，看起来像烟它是写泥土啦，某一种泥土，不知道是什么泥土，不过好像是要打怪才可以获得。那连这个的话，这应该我过一阵子再找吧，应该没有那么重要。算了，我私底下有空再找啦，如果没有空，可能就要等到下一集再查了。然后做一下补血药水吧。补血药水在这里，需要各种花。看一下这些花哪一个最多啊？这个吧，这可以重复生产啊，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吧。还有啦，做满10罐了，好。可惜的是蘑菇不能那个啊，那个叫什么？蘑菇不能自行种植啊，比较麻烦。我先去采一些蘑菇回来好了，看一下这附近有没有在生新的蘑菇，希望是有啊。这边这个蘑菇是之前就采了，故意留一个让看它会不会生长的。看一下，要找红红的地方。看起来都被我采光了。啊，它蘑菇不会生长哦，这样就麻烦但我补血。
骨血瓶，不知道要啊？等一下，我记得它有材料，对不对？啊，不是啊，啊，它蘑菇也有其，也可以用其他蘑菇啦。不过其他蘑菇也没什么啊，也没有那么多啊。算了，我把它采光看看好了，搞不好还会再新长，过一阵子啊。然后这边放一下这个东西，OK。好，那就不管它了，那我们来做个结束吧，做个结束啦，回家。哎，我有关门吗？哎呦，好，下次啊，我要测试新东西，我绝对不要在我家测试了，不然又爆炸，然后毁掉。好，那我们这一集的实况就差不多到这里喽。如果喜欢的影片，欢迎个喜欢或是订阅。那如果兴趣的朋友们，欢迎到赤炎军团的粉丝按个赞，或是看下其他站的有趣实况哦。那如果你很喜欢这个影片，那你也可以帮我的影片可略过广告，不要略过它，你就可以免费赞助我哦。那如果你对于我什么时候会上传什么实况的部分有问题的话，可以到我的个人网站实况排程表，你就知道我什么时候会上传什么实况哦。那我们这一集的实况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我们下一集的实况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小男孩，他想成为有实力的创作歌手，但是他失败，渐渐的快放弃。从前有一个小男孩，友情不在，他完全的被当怪胎，但是他知道孤单的最独特。我都忘记了追梦的那种感觉，努力去做永远不对，可是我知道我绝对没白费。我都忘记好朋友的那种感觉，努力表演永远不缺，我只是想要一个人的安慰，流着泪。Yeah, yea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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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ah. 从前有一个小男孩，他想成为有实力的创作歌手，但是他失败，渐渐的快放弃。从前有一个小男孩，友情不在，他完全的被当怪胎，但是他知道孤单的最独特。我都忘记爱音乐的那种感觉，也失去了完美机会，可是我知道我绝对没白费。我都忘记好朋友的那种感觉，努力表演永远不缺，我只是想要一个人的安慰，流着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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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